HYBE 推出国际女团 CAS I 最新概念照，全员装扮都十分独特，有穿着水手服的造型，还有像是中世纪公主华丽的蓬裙礼服，以及充满异国风情改良式旗袍与民族服饰。但其中一套盔甲装让网友们满头问号，纷纷问到为什么要给女偶像穿盔甲，看起来很突兀，难道是想要致敬巴黎奥运的圣女贞德活举手的造型吗？粉丝们解释道，每个成员都有一个代表梦想魅力，所以成员们都穿的不一样，盔甲象征 Guardian Shield， 但网友仍然认为这组服装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万圣节变装派对的 cosplay， 整个感觉莫名其妙，不懂这样要如何展现 CAT's Eye 的魅力。